国立在将要来到保研子弟黄伟理事业有成回馈乡里，特别透过保研乡公所捐赠300台电风扇给乡内弱势乡亲，保研乡长柯文平也来致敬感谢状。来我们把更好的事情来做对的事哈，常常讲的起之社会用之社会，然后我们在这么多人的支持，让我们有生意可做，让我们有赚一点点微薄的利润啊，能够来回馈我们自己的乡里啊，让我们福音乡所的乡亲们啊，在乡长的带领之下，还有各位啊七公所的服务人员、乡公所的服务人员，包括我们代表会的所有的代表跟主席们，大家群策群力，团结和谐，共创好的未来。保研乡长柯文平表示，企业用心协助改善弱势乡亲的生活，希望能借由家的送礼，让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温暖。很感谢我们的企业家哈，黄董事长今天赞助我们那么多台的电风扇哦，就是他的目的是希望说我们的乡民能够吹好凉凉的哈啊，很感谢企业家回馈地方，希望埔园的乡民会越来越更好，越来越幸福。乡亲为爱心业者甲保研乡长手中接下电风，拢感觉真大心，也希望弱势家庭伫你过来炎热的天气会当较清凉咧。中华新闻林桂英保研采访报道。